航空隊によると同艦の砲撃隊はすでに出発しました。来たか。航空作戦部矢村だ。直ちに全ての戦闘機を飛ばし西安から同艦に向かう敵砲撃隊を撃滅しろ。必ずだ。すぐ飛ばせ。来た。为了阻止日军过河，国民政府给我们潼关增派了一个炮兵连。可是大家看到了，日军的敌机穿过潼关，就是冲那个炮兵车队去的。车队已遭轰炸，现在后沟。我要求所有人拿上工具，现在就去后沟抢运重炮。出发！是。车要是再修不好，麻烦就大了。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就利用两门啊，三八炮被炸毁了。要是再往前四门十五六炸，那就可完蛋了。别急啊，来人，怎么样？发动机全烧坏了，短时间内可能根本就修不好。那还有啥别的办法？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些坏了的车都给挪开呀？这我想过，这河道太窄，挪开前的车，后头车也过不来。踩了！来，拿脚踩！我起来，我抓你！这个是大爷，大火爷！何营长，赶快想办法吧！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发动能发动的所有人，把车上的三八炮一门门卸下来，反正咱人多，扛也给他扛到潼关去。好，组织卸炮，卸炮！是。王振东，王振东，王振东，
是，让刀客搬运货物，这是你们行里的事儿。独立大队配合炮兵连的战士，把车上的炮一门一门都卸下来。我要回独立营一趟，我担心日军侵袭，这儿交给你了。你放心吧，那些。好。滚！走，快点，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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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备射击！等等，从敌人冲锋舟的数量看，不像是前部，目的有可能是牵着我们在后沟运炮的任务。传我命令，敌人的舟不到射程之内，不许开枪。是。我们那四门十五流怎么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些日式的山炮人多了还能弄走，那四门十五流就算有再多的人也移不走它。 要不我们把它给拆了吧？把它拆了，那么精密的东西，我们哪拆得了啊？当时组装的时候，那可是德国专家亲临现场给安装的，光那个学习手册，我们就整整学了15天呢。不行，绝对不行啊！如果要是拆了，到时候装不上，那可就成一堆废铁了。那四门大家伙每一门都超过5000公斤重，以后沟这么松软的土质，没有大马力的运输工具，根本就弄不走它。要是拆了，这些零件在运输的途中弄丢了怎么办？对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这样，你回去通知战士们，让他们准备好运输工具，拆弹后组装的任务由我来完成。行吧你？我在德国学的是机械工程，你该没问题。那好吧，分头行动吧，走。这边，振东，先放下这些，这四个大家伙才是最关键的，他们要是不保的话，咱们潼关就真的守不住了。这玩意儿？啊！行，你说吧，咋弄听你的。 我不管你用啥方法，现在赶紧回潼关，以最快的速度号召所有的乡亲们，让他们拿上那些筐呀、篮子呀、麻袋呀这些东西，全都拿来。在那玩干啥？我打算把这个给拆了。你要把这东西给拆了？啊。然后再回潼关再给装上。聪明，还有运输工具。哦，明白。策马、牛驴我都给弄了。快点啊，路上小心。过来，帮我拿东西，小心点啊。 快快快，慢慢，进！进！你来干什么？走走走走走！好，好，好，我知道你烦我啊。 咱不说这事儿，先说正事儿。守潼关的炮车队在后沟被炸了，十几门炮全撂那儿了。那玩意儿太大，我们所有人都用上了，运不动它。杜兰云呢，正在那拆炮呢。有件事儿，只能您能办。多找些人，把那能拉炮的零件的那些牛车马车都弄来点，我们得运炮。我说明白了吧？明白了。那您快点。啊。 报告，河面情况怎么样？河面的鬼子只是零星射击，基本按兵不动。让我看，他们就是佯攻。后沟的重炮事关潼关生死，我必须马上带预备队去后沟抢运重炮。你们要盯紧河面的情况。是。通知预备队，目标后沟重炮连出发。是。啊，还有工兵排，是。进。 押标是你的老本行，这趟标我就交给你了。地点是潼关，怎么装怎么运我不管，要求是一个东西都不能给我少。过来，过来帮忙。哦。过来。
坐胜了，牙彪，嗯，扶着。哦，把住了。哎，你这是坐胜啊你？这么好的后半步啊！哎呀，真可惜啊！ 要他干什么？啊，包什么嘛？够了，先放着。走，轻点儿。兰云，潼关的百姓马上就到了。啊，运输工作我已经交给振东了，其他的你来安排吧。范振东，啊，潼关几百百姓马上就到。 我一会儿负责他们的秩序和安全，你这咋样？我这都好了，你去吧。好。后面还有吗？递过来。把一号和二号全都给我拆了。好。 十号，十号，兄弟，十四，十四号，16，17号，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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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步，我就打死他！侯队，子轩，爹，你拿着枪指的谁呢？这都是守护村里的老百姓啊，都是生你养你的父母，你把枪指向他们呀？大，我知道他们是百姓，可是现在我们需要百姓的帮助。乡亲们，后沟的重炮你们看见了，那些炮是为了救大家、救潼关才运来的，没想到小日本轰炸。 那车坏的后沟炮运不出来，否则不会让大家帮忙，不会连累大家的。说穷了你，那炮要是运到潼关去了，跟鬼子打起来，老百姓的日子那比以前更难过。师长，你让开，走，咱们走。走，别支持，你干什么你？我看谁敢动。他带的那是你爹。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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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子晴，你都说你爹，现在就是铁马老子往后过，我也不能让他走。你好，你有种，你老子现在就站在你的眼前，拿你的枪朝这儿打。 动啊！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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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爷，我知道您二位是您市里的人，这次就当帮儿子个忙，帮国民政府个忙，帮咱这国家个忙。您二位说话管用，百姓要是走了，没人帮着抬这些炮，炮就要毁，那炮要是毁了。 潼关就可能守不住，潼关要是毁了，谁都别想活。求大家帮帮我们，子君。 你小子长能耐了，乡亲们，他们呢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听我的，咱们回去帮他们运炮，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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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会儿那毛又来炸咱了。大辉，黑灯瞎火的，在飞机上，什么也看不见。他娘的，你说那个什么飞机，白天咋就炸得那么准呢？滑土沟，滑土坡，出来这么大个绿炮，瞎鼻子瞎眼的。 可得炸得住。你说咱要把这炮筒子给它弄黄了，那是不是就炸不准了？拿什么弄？这么大个炮，那要多少桶油漆嘞？油漆是啥？油漆就，哎，炸油饼用的。哦。 娘，你累不？啊！哎呀，这时候还知道累！你慢点啊！待会儿快点啊！再坚持一下。
行，你不说我不行啊！这拉车驾员就我们南爷们的事儿。我说你这个身子骨，哎呀，行行行，什么不行？这不都是为了咱儿子吗？也为了咱空罐吗？往前看吧，你看我干啥？这一天一宿的。 真是快把人折腾死了！嗯，送货回站的时候，我们损失了两门炮，兄弟们哭得跟泪人似的。要是再把这四门炮给炸了，哼，我们真没法活了。多亏了这个杜公，嗯，还真是。已经拆得差不多了，就剩那四个炮筒子了。 嗯，但愿小鬼子明天不要来轰炸了。老天保佑啊！方振东知道这几门重炮对于潼关有多么的重要，他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但又不能告诉杜兰云。为了尽早脱身，他又演了一出戏。顺利的话，早上7点钟应该能完成。 报号，108.05，那完成了，又能咋？这东西谁搬啊？怎么搬啊？那你啥意思？我的意思是，要不咱人先撤。报号。啊？那是60。撤哪儿去啊？报号。108.07。 撤哪儿？别都在这等死！我已经死过12个兄弟了，我不能让这帮兄弟一个一个都跟着我去死。你独立大队的兄弟，都是人，我的工人，都不是人啊。 你的工人归你管，我只管我的大队和你。那潼关的人谁管？不知道，反正我管不着。报号。这炮没了可以再造，命没了就啥都没了。别再捣乱了。 走，放振东，你白天干嘛来了？能帮的忙，我一定帮；帮不了的，那就是帮不了了。你就是个逃兵！你就是个逃兵！快点，有实弹！你们别当逃兵！ 轻点儿。
连长，方振东呢？方振东是谁？昨天独立大队那队长，看着像一个土匪一样那货。啊，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跟杜工吵了几句，可能是怕他兄弟死得多，带着他们人走了。混球！啊，这炮都拆完了，就剩四门炮筒了，现在没法运，也不敢运。嗯，辛苦了。咋回事啊？去看看。走，走，走！给我快！为了吸引鬼子的飞机，方振东连夜拆了自家和万家的房梁，将其伪装成炮筒，在另一侧的沟内狂奔，成功的掩护了真炮，运抵潼关。喂，炮连张连长吗？啊，你等一下。喂，张连长你好。对，是我。嗯，声音很清楚。从今天起，咱潼关也有自己的重炮了。嗯，鬼子一定以为炸毁了我们的重炮，说不定现在正做着攻打潼关的准备。一等他们行动，我们就万炮齐发，定可重创日军。
うん。好。那一会儿见。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少佐、東高の砲撃隊は我が隊により壊滅しました。そうか。中将山の制空権は完全に我々のものだ。同時に側翼からの脅威も排除できた。 道勘を取るのも時間の問題か。よし、急ぎ佐原師団に伝えろ。すぐに上陸訓練を急がせろとな。時が来て準備が整い次第、道勘を攻め取るぞ。はい。我说，进门的时候看那院子那块土了吗？这小子扒了我四根房梁。连他娘，还有丁黑的。 六根儿，那场面你没见呢，不容分说啊，上房揭瓦呀，拦都拦不住，还打人。那你都没问问他为啥？人家有理啊，说用这六根房梁，扛着他，在另一个沟里跑，就能吸引鬼子的飞机，就能保住咱潼关那四门真大炮。<笑> 像不像我的种？什么叫像不像？那就是你的种。哎，可你得说，那是方娘带的好，教子有方啊。那是那是。哎，营长，你说这方振东咋想出来的鬼点子？扛着几根破房梁就吸引了鬼子的飞机？哼，刀客嘛。 这邪门歪道的事儿是他们家常便饭，关键时候好使。说不定鬼子这会儿正举行庆功宴呢。也不知道蓝云姐那几门炮装的怎么样了，要不咱们去看看。他忙，让他先忙两天。走，咱们去放两天。哎，咱的子清也不差啊。昨天，行，顶着你脑门子。 真把我吓坏了，我可真没想到啊！我也吓一跳。后来想想，他也是无奈。是啊，咱潼关的百姓还是明事理的。自古在潼关这块土地上就没怂人。你知道为啥？你知道？嘿，听我说。 咱这地儿自汉唐以来，那就是个军事要塞，那就根本就没有老百姓，那就是个大兵营。后来是啊，这个烽烟战火渐渐的少了，才来了随军家属，后来才见到百姓。所以这儿能有怂人？对，都是好样的。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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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盖房子了？这是，嫂子，我们奉房队长命令来给你修房子。谁是房队长啊？总部老大。你娃嘛，来来来，下去。他咋不来呀？他大概是有事情耽误了，我们给你修一样的。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让他要修，让他来啊！你们修不行。 啊，不是，我们是他的兵，我们给你修跟他来修一样的。他必须来，别干了，别干了，行，走走走，没事，来接着干，接着干，走走走，娘，娘，走，娘，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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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东让我来干啥？哎呀，您放下，放下。哎呀，你看来客人了，这是张连长。爷，我是刚来咱们潼关炮团的连长张喜乐。一是这么回事儿，这回运炮啊，震东可立了头功了。要不是震东，我们这回损失就大了。对对对，所以人家张连长专门让我陪着亲自登门来向您道谢。对对对，你儿子这回可立了大功了。张连长。 爷，震东那事儿我知道，不就是他不许卖香，你不让进门吗？哎呀，所以人家不是不来给你修房子，是他要答应了，一进这门不就等于向你低头了吗？他那狗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混小子说喜欢蓝云，我都不在意，您还叫那阵儿干啥？爷，你就当给我个面子，要不然他手下这帮弟兄啊。 回去真的不好交差，是不是张连长？对对对，也算是给我们炮团个面子。那回去好交差。看你打架了吗？今天就去，没顾得上。上次那事儿是我不好。把你们养那么大干啥？爹你老子都不认了。他这两天可是折腾得够呛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了，你就后悔去了。哎哎，我今儿就去。那我就。 给炮团一个面子。哎，谢谢爷，谢谢爷啊！别生气了啊！哎，还愣着干啥？快进来干活吧！快，麦香，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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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干活吧！干活啥？走了，你慢点啊！哎，哎，小姐给我。听见了吗？ 啊，听见了，你叫的，什么我叫的？现在呢？现在你不叫了。我这耳朵老响。万子晴到你家去了。啥？你大点声儿。万子晴到你家去了。哦哦哦，干啥去了？去给房上瓦了。好，哎。 万老狗他们家那个房都好了吗？放心，所有的房都上上瓦了，炮团的那个连长也去了，面子不小吧？不行，这个费劲。哎，我说呀，要是今天这个事儿让严主席再知道了，还不得再赏咱们200块现大洋？ 钱啊！现大洋啊，不是给过你了吗？我说的是这次。哦哦哦哦！哦，这真是聋了。那咱把麦香娶了吧。我跟你说，要有下辈子，我绝不当刀客。这耳朵老响。这个傻东西，那就是骂你，你也听不出来。 你看你那个癞蛤蟆样子，你骂我呢吧？你听见了？啊，我听不见，但我能看见。啊，那是我傻。你说的对，我就是个癞蛤蟆。咱是粗人，还是读书人，办事办得漂亮，跟咱不一样。对嘞，哎，我也是个读书人嘞。 啊，不，你不算，你就会几句日语，到头了，当个汉奸还行。人家是在德国喝的那个洋墨水不一样。没说完呢。这样，你明天去趟西安。我上西安干什么？给我买本书。你算了吧，你。 德国的，给我买本德国的书。中文书你还看不懂嘞？你还看德文书？那不是有你呢吗？你看，你教我。啊，你还真要读书认字啊？我得让杜兰云知道，咱也是能读书的人。